到猪的频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HU。大家好。今天要一起吃晚餐哦，午餐啊。我今天挑了一家餐厅，我觉得轩会蛮喜欢的。你有看到吗？为什么感觉是那个附近啊？你上次有带我来这边啊？你没吃过啦、啊？你说苹果工坊、啊？对，我们今天要吃苹果工坊、啊。等一下，那不是甜点吃到饱吗？它有一些小主餐啊，拜托，你 low 不 low 啊？它这边就是主打的那个蛋糕吃到饱，可是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小点心啊，小副食。我看一下，有没有看？我们刚好是下午茶时间，蛋糕吃到饱，可是它还是有一些咸食可以不定时供应啊。不会是都是炸吧？还有面呢、啊？不知道，进去看看吧。我很久没吃了。大家不错。这里好多人哦，大概的费用是300多块，那才90分钟。我们先去看一些蛋糕跟沙拉，还有汤的部分。啊？什么？高丽菜。不错啊，现在最喜欢吃的高丽菜。哎，汤感觉也不错啊。这是炸鸡吗？好赞哦！这一锅好可爱哦。还有可爱的杯子蛋糕，帅到不要不要的耶、yeah, 因为我跟轩都还没吃午餐，我们想说我们今天吃一点比较主餐的部分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去吃蛋糕，然后我们现在是用下午茶的时间，下午茶的时间还会送一个主餐给我们吃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哎呦，哦，薯条好硬，硬邦邦，就说不要那么大了。我们家轩超爱吃甜点，所以我想说带他来吃，虽然说他刚刚一直念我，不是要先吃正餐再吃甜点。跟你们说，薛惹我生气，他自己一个人做，快点啊！你要说什么？好，你后面背景还蛮美的，你看，你后面很美，你看有没有超美的？没有我美，没有我美。他们衬托不出来你的美，因为你一点都不美。耶，我的主菜来了，好香啊！我觉得这边真的非常的值得，吃到饱了，才300出而已，有主餐，还有一些小甜点，重点是还是蛋糕随便你吃，蛋糕外面卖很贵呢。你吃了一艘船是不是？他知道你食量很大。现在吃的是那个英式炸鱼排饭。嗯？干嘛？它的浓汤喝起来没有说很好喝，也没有说很难喝，有种淡淡的有点奶粉的味道，可是才凸显出他们这边的不一样。 OK， 松露还蛮奶的，我以为是那种蒜香路线，里面很多香菇。嗯，来了。哎呦，哇，很丰盛哦，这是新炸鸡哦。对啊。哦，好烫哦，怎么那么烫？没有，因为那高丽菜是新出的。哦，我们当然要趁热吃啊，这个炸鸡，这边炸鸡也是随便你吃。哦，好贵哦！我以前来的时候，他是要抢，那些副食要抢，他现在都是随便拿。有在改良，有在进步，不错。柳橙汁，我还蛮怕它柳橙汁很酸的，喝喝看吧。它这边饮料算蛮多种，还有茶可以自己泡。哦，我喜欢它柳橙汁，小酸，但是还不错，酸甜的感觉。意大利面算普通，可是以这边的专卖甜点来说，已经算做得很不错了。它没有很腻，就是很清淡的一道奶油面。等一下那个柳橙汁有点糖，卡在这里。它好像有一点甜，后韵。其实我们一点来用餐，我12点才定位，结果还订得到位置，我也吓到。哦，90分钟。干嘛？我都去了，这样你要拍？我傻眼，我都快吃完了。耶，甜点，哦。我现在点了3个，他一次只能拿3个，我现在试试看。我点的是一个什么香蕉巧克力的，很像手指的东西，还有奶酪。
跟一个非常漂亮的水果塔。刚刚还遇到一个很可爱的观众，他说我2000订阅的时候就订阅我，我现在是妈妈。对啊，他说他从他没生小孩看到我，他已经生小孩了，莫名的有点小感动。2000哦，2000我在冲他小，你不能一口塞，嘴巴太小。这上面很多水果，好多层次，有酸有甜的。哦，我吃到苹果的香甜，好爽。哦，这是葡萄哎。哦，有个小小的那颗球，好酸哦。一个蛋糕让我有这么多复杂的感觉。这个是香蕉的哦，闻起来巧克力味很重。哇，好浓郁的巧克力，然后淡淡的香蕉味，然后下面那个好黏，嗯，汤巧克力味超重。它这边没有我喜欢喝的饮料，你去帮我约一杯热奶茶好。刚刚吃了一个味道超重的，我试试看它奶酪怎么样。今天应该，哦，白光光，端端。我小时候超爱吃奶酪的，曾经在兆丰农场吃了大概5-6个奶酪，然后我吐了。话说我们这家店是叫做苹果工坊，我曾经跟我朋友来吃，因为这边是主打甜点吃到饱嘛，所以我朋友就是吃到吐了，这样一次吃太多甜食了，所以大家要那个克制克制，尽力而为就好了。我还偷吃轩的蛋糕，焦糖，他这个焦糖是自己现烤的。试试看，哦，好脆哦，这个焦糖，哦，真的有烧焦味，而且有点粘牙。我想要喝现泡的热奶茶，我觉得这边的饮品我没有很喜欢，我喝热的看看。这里有热牛奶要喝，热牛奶，我现在看热牛奶，我觉得机器打出来的热牛奶都有点，可是通常可怕，机器出来不是都是先水吗？可是这没有，这几乎都牛奶直接出来，还能喝哎。还能喝这样？对，有些机器打出来热牛奶很可怕，它是南京的，连喝都不能喝。我喝看这个热奶茶，要求烫啊，好烫，可是好香。我觉得它热奶茶做得很棒。虽然蛋糕这边有一个类似珍珠奶茶泡泡的，不知道什么东西，还有一个千层派，我对千层派比较有兴趣啊。很脆耶，千层派就是有很多的皮做出来的千层派，它里面酱还蛮厚实的。吃珍珠，珍珠还不错，蛮 Q 的。吃看它的蛋糕怎么样？我再吃一口，有点没什么感觉。蛋糕算蛮松软，但是它味道蛮淡的，有点茶香味了。多久啊？谢谢。好，这是我拿的第二轮蛋糕。我的第二轮蛋糕有提拉米苏、什么 cheese 的，还有芒果派、芒果千层派的样子。这后面好硬哦，好不错哦。它这边蛋糕做得很精致啊，它看起来不怎么样，但是吃起来有这么一样。一开始你咬下去可能没什么感觉，可是后面才会有那种芒果跳出来。我很讨厌提拉米苏这上面那个粉，可它这个做好漂亮，有个可爱的小苹果吧。你要吃我吃哦，味道好重哦。这个给轩吃好了，我比较想吃它下面这个，上面好可怕，那个粉超浓。没有，那个粉很卡牙哎，你看。可是个人觉得是蛮一般的，没有很特别，可是它会很重。噔噔噔噔噔，我的最后了，我的最后了。给你们看我最后吃什么，很漂亮吧？我真的很漂亮。生菜沙拉看起来蛮新鲜的，然后还有小玉米笋，轩的最爱。他这边的酱有2种，加一个凯撒，那一个千岛酱。我超爱吃凯撒酱，我要吃轩的小玉米。哎呀，给你吃一个玉米，好水啊！不吃了，有人不吃了，有人不吃了。你老鼠是不是啊？我吃柳丁都会这样，就吸干它，然后这个我就不吃了。有人跟我一样吗？他这边很多那个可以提供你拍照的东西，你看我拿到什么？有我的名字，啾。然后还有这个。圣洁石都出来了，砰！啾啾啾！哇塞，你这个蛮漂亮的呢，哇，是哟是哟，啾一个，我按真的啾一个，而且你拿反了，你才拿反了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好了，你觉得这边好不好？
好不好吃？好吃，而且很多东西可以吃，而且很便宜。喜欢影片还喜欢？不喜欢不喜欢？下期好六，我是仙啾，仙儿，大家我们886，订阅，我需要你的订阅，订阅订阅哦。